带来的精彩的演唱。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女声独唱《听海》，演唱者刘雨桐。刘雨桐是青年女高音，同时也是北京电视台水立方威歌唱大赛全球成人组决赛的铜奖获得者，同时也是我们本次大赛的评委之一。接下来有请刘雨桐带来歌曲《听海》，有请。